天之国际柬埔寨成员所今日在金边举行品牌形象换新推荐会，并举行一场税务座谈会。Please let me start today's program. Thanks for coming. Let me start. Some visions, some say it's kind of the, in fact, the origin. So that's why when the Baker Tilly, when we changed the global CEO.天职国际柬埔寨成员所首席合伙人陈吉明在推介会上表示，天职国际是全球第八大会计和咨询网络，在全球147个国家，共有125家成员所，包括柬埔寨，拥有专业人员33600人。新推介的品牌形象代表了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承诺，以及所有天职人的服务态度和专业诚信。他补充，今日在金边举行推介活动，是继12月7日中国北京举行品牌形象全球换新发布会之后举行。在税务座谈会上，陈氏向出席者介绍柬埔寨财经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的各重要条例，包括中小型企业税务讲义、成衣业减逢财 CMT 会计方法认列，以及代理人和委托人概念 Agent and Principal Concept 等。他认为上述新条例将能进一步明确部分领域税务待遇，特别是对柬埔寨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成衣业和中小型企业。他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和积极的迹象，有利于柬埔寨政府鼓励纳税人依法合规和重视公司治理。